由于那些疱疮破裂形成创伤而称为疱裂地狱，由于寒冷难忍牙关紧咬而称为紧牙地狱，由于不断悲惨的喊着啊啾啾啊啊，就这样的声音啊，所以又把它称为啊，由这个特征而称为阿啾啾地狱。阿啾啾的声音也不间断了啊，也间断了，只能发出叹息的呼呼声，称为呼呼地狱。由于外面的皮肤冻成青色，身体的伤口裂成四瓣，称为裂如青莲花地狱。皮下的肉冻成红色，并冻裂成八瓣，又称为裂如红莲花地狱。哇，这个青莲花、红莲花，那可不是那个，这是痛苦的，皮开肉绽，这样子，甚至冻成了黑红色，裂成了16瓣、32瓣或无数瓣，称为裂如大莲花地狱。在冻裂的伤口中爬入许多铁圆的昆虫咬啊，这个咬噬，同时感受寒冻之苦。因为这八种痛苦各不相同，所以安立了八种名称，称为叫八寒地狱。八寒啊，这八种寒，那八种寒啊，一个疱，你知道，疱疮地狱，疱疮裂开了之后呢，那疱裂地狱啊，然后再什么啊，阿丘丘地狱，冻得阿丘丘，真的，然后阿丘丘也喊不出来了，是呢，呼那样的，那呼呼地狱，地呼呼地狱之后呢，然后呢皮肤也绽裂开来了啊，那冻得发青的皮肤啊，绽裂开四瓣的莲花啊，所以呢叫青莲花地狱。然后不但皮肤绽开啊，里面的肉啊，都红的肉啊，都绽开八瓣啊，被称为大红莲花地狱。不单单肉那个，而且这个冻的这个肉都冻得黑红黑红的了，又绽开啊，16瓣、32瓣啊，又称为大莲花地狱啊。因为这个不单单肉绽开啊，里面还钻进那个铁虫啊，在里面咬着。又冷又冻啊，还受这些铁虫在吃啊，所以又称为什么啊，这个昆啊，这个就是啊，这八种啊相貌，八寒地狱啊。八寒地狱的受量，八寒地狱当中呢，在里面要受这样的痛苦多长时间呢？200丈深的大盆里装满芝麻，巨泡地狱的每100年从中取1粒芝麻，这样将所有的芝麻全部取完，巨泡地狱众生的受量方尽，每一层都是翻倍的。所以其余地狱依次比上面的增加20倍，受量也越来越长啊。这时候受长，你说这痛苦不痛苦啊？哎，所以这个我们人世间就是这样的嘛。哦，有时候住你跟那个，哎呀，你要长命百岁哦。那个老人家就说：“哎，我求健健康康就行了。长命不长命，如果那个病啊病殃殃的，痛苦的不得了，你叫我长命，那不是受罪吗？我只要健康就行。啊，身体不好的时候也就快快去，哎，无疾而终。我们中国人呢。”寿终正寝啊，无疾而终，不用生病。为什么？病而苦啊，你不生病就那样子去了。这只是我们这个中国人的传统道德里面的这种啊要追求的。这更不要说哎，说幸福的人生哇越久越好，痛苦的生命呢要这么长这么久啊。哎，你说寿命长，寿命长，啊，就像这个，我们给那些放生的动物一样，给鱼啊、小鸟啊，甚至跟那些动物、那其他的一些种类的动物放生呐、
啊，有的人就用我们人的这种思维来比，哎呀，师傅啊，你们的放生放掉了之后，不是有网会补吗？是啊，就是网不补的话，这鱼能够活多少年呢？那有的人说，哎，那是嘛，反正他要死的嘛，要放他干嘛？那所以人就放生就没有动力了，他就不想这个放生有什么好处啊？放生你把他，哎，他给这个结什么善缘啊？三皈依啊，说法啊，念咒啊，忏悔业障啊，给他结下了这些缘呢。放生里面不是说啊，他们能活多长时间，主要就是重在放生这样一种啊，这佛法的缘。你看这个地狱当中众生的寿命长不长啊？那是不得了的长啊，这不苦也苦死了。哎，那个地狱当中的众生，他是最好命是什么啊？最好是。那么有一种地狱叫什么？叫乒乓地狱，乒乓地狱是什么？像乒乓球一样的，一掉下去，砰就弹出来了。哇，这种是福报最大的。虽然下地狱了，但是他们很快就上来了，这福报大。你说他命短吧？命短却是我们要祝贺他所以说这世间了不一定的，我们人生也是。要是有一个质量高质量的生命，不是说一定就是要长啊，没有善心啊，造作恶业啊，那长有什么好处啊？啊，所以要追求质量，生命要追求质量。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岔开来啊，你讲的这个寿命啊，你看他们这么的苦啊，这么长的时间啊，所以说寿量越长啊。痛苦也就越来越强，还越来越强啊！而且，如果时间长，受了时间在里面长，这个受的痛苦越来越减轻，那也倒算了，熬也就熬过去了啊！紧拿地狱的受量是炮裂地狱的20倍，以此类推，在相续中如前观修那些地狱的痛苦，并观想，啊，这个时候啊。了解的时候啊，要观想啊。如果在此人间，即使裸体在外面停留一刹那，也无法忍受寒冷的痛苦，更何况身在那些地狱里，又如何能忍受呢？所以，我们了解学习了这个八寒地狱之后啊，你就要将心比心来感受，来感受它那种苦。像冬天的时候啊。我们小时候要书，再冷的时候要爬起来，早早爬起来要去读书去了。读书的时候干什么？哎呀，父母亲把我们那个衣领子做得高高的，还卡一个帽子，然后还戴上口罩，眼睛就露一条线在外面，就那个寒风吹过来，只要你露到外面的肉啊，哦，那个耳朵不戴耳罩的话，吹到耳朵时，耳朵像那脸的话，刀剐一样的痛啊。我们人间就那一点点哦，啊，你看我们现在夏天吹的空调挺舒服吧？你看，但是我们也有人不敢吹空调了。哦，吹到空调冷哦，难受哦。你那才算一点点，算什么屁哦？对不对啊？啊，你最多吹到的时候，骨头有点酸，肌肉有点酸，有点酸。你想想，啊，我们这个。冬天的时候还不是零下很冷的呢，哎，还不是很冷呢，那个皮肤露一点在外面啊，都受不了啊，更何况是裸体的，更何况那个这种寒冷的地狱啊，你像我们电视里看到什么，南极洲、北极洲就是这样的嘛，大雪弥漫呢，都是冰山雪地，然后零下几十度啊，20度、30度、40度、50度。哎，我们在西藏去的时候也是这样啊，零下20-30度啊，哇，真是叫滴水成冰哦，这个水不等滴到底下就已经成冰了，知道不知道？所以通过我们能够想象的来想象八寒地狱的痛苦，所以啊，这样你有你想你这样想象感受到了忏悔自相续的罪业。防罪止恶，并对身在地狱中的友情升起大悲心，
所以自己呢防非止恶的这个别解脱的这个心生起来了，而且啊对众生怜悯那些地狱痛苦众生的这个心啊，大悲心也生起来。大悲心是什么？大悲心是啊菩萨的根呢、啊、是菩提心的源泉。防非止恶是声闻的声闻缘觉的这个动力啊。大悲心啊是菩萨的啊母亲啊，所以啊你这样做地狱当中的这个观想的时候啊，你看这两种功德都产生出来了。你说我是个修行人，我就是为了要离开苦的，为什么要叫我去观想这些苦？仅仅是让你观想一下而已啊，你不观想，你不切身的感受那种痛苦，你以后怎么杜绝你的业力把你引到那地方去啊？你当时业力成熟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后悔就迟了啊。就像以前那个好的医生啊，看到曹操说，你现在已经有病啊，病在肌肤，我该给你啊吃一点药就好了。曹操就疑心病重，我好好的叫我吃什么药啊？你别是要给我药里下毒害我。不要，默默的还不太高兴。过了几天，医生这个好医生看到他说，病已经入到这个肌肉里面去了，肉了。啊，再给你，如果给你啊，你打打针灸啊，你就会好了。啊，对不对？最后怎么样？所以护士说，哎呀，病入膏肓了，啊，不要等我们感受啊到了才后悔，现在等没感受到之前就后悔，赶快就后悔啊，就忏悔啊，把这恶业把它消在萌芽状态当中，防患于未然。哎，下面是孤独地狱。孤独地狱的处所不定，痛苦也是不定的，有的夹于山崖中，有的困于石头内，有的冻结在冰里，有的煮于沸水中，有的焚烧在火里，有的众生藏在树木内伐木时，他们需要感受肢体被伐断的痛苦，还有些转身为日常使用的杵臼、扫帚、瓦罐、门、柱子、罩石、绳子等形象，也以形式感受彼等痛苦。嗨，现在你知道了吧？那有情无情呢、啊？哪些是无情啊？哪些是无情啊？你看到那些树，甚至你用的那把扫帚，都是一个人转身哦。他是无情吗？他感受着孤独哦，他也不能说话，不能表达。那干什么？只能做一个扫帚，他的业报就是这样。等那个扫帚扫啊扫啊扫，总算哪里面是须都扫完了，哎，或者把子也扫断了，哎，然后他能不能结束？例如大成就者，卓滚朗日，啊、卓滚朗吉日巴在雅卓野湖中看到的鱼，哎，看到的什么鱼啊？这个。雅卓野湖啊，是在西藏被称为四大圣湖之一。湖的源头起自德隆冈清。有一次啊，他就是路过这里啊，他就是沿着这个湖边走的时候，他向湖中一看，湖中看过去的湖，就非常的悲伤啊，啊，最后悲泣着说：“哎呦呦，不要享用性财啊！”不要享用性财啊！弟子问他：“上师什么事啊？”看到上师这样子，面表情是这么样子的悲伤，还流着泪，而且口中这样子啊，这样说：“不要享用性财啊！不要享用性财。”然后弟子问上师啊，上师就讲了：“这条湖当中啊，这个湖当中有一条非常大的鱼，这条鱼是由一位享用性财的，就是。”一位前世做上司的一个人呢、啊，他死了之后神识所转身的这条鱼，这条很大的鱼，正在这个湖里面呢，感受着孤独地狱的痛苦，
弟子们就要奇怪了，这条这么大这么明亮的一条圣湖里面怎么会有个就有一条鱼，就请师父啊，师父啊，你们让不让我们也看到啊？然后师父这个时候啊，因为他这个也不是说显现神变不是吗，他为对众生的悲悯啊，啊，就真实的就这样恍然之间的令这个湖水全部干掉了之后啊，有一条大鱼就现出来了，啊，一条大鱼身体非常大，周围着整个大湖，他的身体上啊，身体上爬满了那些虫啊，没有一处是有空的，有空间的，这些虫在干什么，都在咬着这个鱼的身体，他痛苦难忍的不停的翻滚着这个鱼啊。弟子问，承受此恶报者是谁的转世呢？因为前面师父说啊，他说是一个上师转世的，他说是谁呢，这位是谁呢，啊，这个上师就尊者啊就告诉他们说，这是后藏黑马喇嘛的转世，后藏那个黑马喇嘛咒力和加持力非常大，对于着鬼魔损害的人只需看看就会生效，所以超度亡人呢只是念一声啪，他啪的一下就可以了，就把这个人亡人就能超度掉了啊，那就只超度亡人只念一声啪的，念完之后啊，就能收取多少，就能收取许多的牛啊马啊的牲畜，这样子。但是他死了之后却怎么样，就转身掉这条鱼，所以西藏到现在都是这样子的，西藏到现在一般性不敢给别人做佛事超度的啦，从理论上要出地菩萨，所以很多我们去五明佛前每天有超度的，但是这个都是在站在门口等着看的，哦，这位是堪布，这位是活佛，哦，这位老和尚修行特别好，一辈子修行下来会啊发给他10块钱，给他一根哈达，意思是什么，中午请你到门口来给我们念念破瓦。所以学院正尽管有上万僧众啊，7000-8000常住，有7000-8000呢，8000-9000呢，但是每天中午来念破瓦的就是那将近100多个人，就那100多个人都是些大活佛们、大堪布们、老修行们的，这样子的。我也就有一次，被叫到啊，我也跑到那边去。然后这时候我很惭愧的了，破瓦法我念起来又不会，不大会念的，要看着书的，然后这怎么生个惭愧心？我其实啊，我自己很惭愧的。但是在我们汉地来，很正常了。出家干嘛，赶快早晚功课学会，叮叮当敲混啊，就开始收钱了，叫信财，超度啊大家这个啊，你看他还有这么大的加持力啊，但是啊死了之后就转飞了这条鱼，可怜不可怜。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啊，就是唐东嘉布，唐东嘉布是位大成就者，他平时啊，他以什么，他再生的时候以修桥铺路而著名，在藏地非常多的这些大河大江上面，因为雅龙江啊、雅鲁藏布江啊、这个金沙江啊、这个红军飞渡大渡河、铁索桥，铁索桥谁叫的是吧，铁索桥就是唐东嘉波尊者造的啊，他造了这样的桥，在藏地造了很多，他一辈子就是为别人，你看过桥方便，他所以这位尊者大成就者，这位尊者有一次在一块的石头上啊修气脉瑜伽的时候，这个石头忽然被裂开了，裂成两半之后还里面还跳出跑出一只青蛙来，这个青蛙身上也是还咬满了这些小虫子，然后这青蛙张开那个嘴啊，黑洞洞那个嘴啊，痛苦万状啊，痛苦的不得了啊，他自己还被咬的，痛苦的不得了。这时候弟子就问了，哎，上师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上师，弟子们看得很奇怪，坐在这个大石上修法，忽然石头分裂开了，里面有个青蛙出来。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发生过啊？有啦，新闻联播有时候都播出来了。我们那时候看书经常会看到，是什么时候开矿？打石头，奇怪了，怎么打出一只青蛙出来？
踩石头啊，这种都有的啦。挖煤，他挖出一个青蛙出来，这种什么？这个就是孤独地狱。神识啊，变成一个青蛙啊，或者变成一个鱼啊，在那边，所以他们就问上师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上师回答，此众生的前世是一个做血肉供养的上师，血肉供养的，他在佛面前供血肉的。如今许多喇嘛也是如此，施主们宰杀肥胖的羊，在他的咽喉或脾脏等内脏里装上血肉，放在脊椎骨的筋肉上供养这些喇嘛，他们则拉起披单，抛到脑后啊头后，像小孩吮吸母乳一样的吃着内脏，又掏出小刀，慢慢的食用外面的肉。这个是西藏很特殊的一种食用方法，把那个肠子里乃至咽喉里面啊，乃至那个内脏里面都拌上什么，连血带肉的灌在里面，嘴上油腻腻的，头顶上也热气腾腾，与餐前判若两人。为什么是判若两人？吃之前啊，还是这个脸色还没有那么光润呢，吃了之后你看。嘴也油腻腻的，头上也热气腾腾，然后什么红光满面的，走起路上昂首阔步的，很有劲的样子。所以说反过头来看，你看我们很多在藏地也是这样，真正的他不是以这种来看这个人的修行的。有的人这个人苦，哎呀，面皮枯瘦枯高，他反而这个人，他一看，他能看出，这个人安住的镇定非常的高。安鸠喇嘛啊，是真正的大修行者、大法王。他们穿的破破烂烂，那个脏的不得了。他们两个老喇嘛坐在街头啊，别人当他们是乞丐啊，他们是乞丐，丢个一毛钱，可怜可怜这两个老乞丐。然后银盆活佛呢，穿的很新的，然后呢。坐在那街边路边上的时候，别人恭恭敬敬合着掌低着头来请他摸顶。这个世间他就是这样啊，穿的好看啊，脸上油光光的，你看就像我这样的，别人以为有修行的啊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就是这样啊，不一定的。你像虚云老和尚，你看一辈子当中那个脸黑黑瘦瘦的，弘一大师啊，你像不一定的，也不一定就是黑黑瘦瘦一定有修行，这也不一定。所以这个是你不是明眼人你不知道的，是明眼人才会知道，也不是说脸上有光的都一定是吃肉吃出来的，那也不一定哦，那也不能这样说，那样说呢也不是。所以说不能一概而论啊，不能一概而论。你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佛的念佛十种利益当中就有啊，念佛的人身上有光啊，念佛的人自然身上就会放光啊，念佛的人得诸天的拥护啊，念佛的人呢得佛欢喜啊，得佛加倍啊，他也不一定。今生这样享有的人，后世将用自己的身体来偿还，堕入孤独地狱中是何等的痛苦，何等的难忍啊。所以说像我们汉地啊，那个吃法就更多了，那个吃法就更多了。那西藏人他就吃个牛肉羊肉啊，那其他不吃的，其他不吃的。我们在那个在那个五明佛学院那念破瓦的时候，你说什么都有的了，鸡啊狗啊猫啊尸体，他们家人都不会把它拿到学院门口来请这些上师们念破瓦超度啊，超度完了之后带到斯陀林也都是都是天葬。我们是什么不吃啊？我们什么不吃啊？所以我们汉地的这种业是更加的重。那将要堕落的人，将要堕落到地狱当中去的众生就更加的多。
所以我们在汉地，在我们这方修行的人，我们身上将要发起更勇猛的愿力，来担起众生的这样的共业。以真实的修行啊，要回向他们啊，要替他们忏悔，替自己忏悔，也要要让我们自己啊不要犯这样的错。然后当那些啊不知道这些啊不知道这些正在犯错的人呢、啊，我们还要帮他们忏悔耶。啊，下面还有一个故事，还有大堪布具德护法在啊，这个具德护法是翻译成汉文的了，他这位是大堪布，在德格的时候，有一天对弟子们说。今天额达河啊，额达河里啊出现什么都不要放掉，就对弟子们讲啊，然后啊许多弟子都跑到河边去守候去了，所以这弟子都是很听话的，师父这样讲了之后，我都跑到河边去守着那边去了。一直到午后时分才看到有一段树木被水冲来，弟子们将树木捞起啊，捞出禀告上师，只有这一节树木木头，其他什么也没有。具德护法就是大堪布具德护法让弟子劈开木头树木啊，劈开这个树木，裂开的树木中有一只大青蛙，身上有许多寒声在赤石啊，石石啊啊，在石石上师对他念诵仪轨，并说这是德格管理信财的监院司额吉的转世，所以具有强权欺凌属下的官员们，虽然现在极具权威，但是想到这些地狱之苦，也应小心谨慎行事啊！啊，出家里面做管事情的，所以我们庙里，你看，我们庙里不管哪一位啊，你看，这都没有这样子的。所以说华智仁波切通过出家人的这个讲我们这个，然后啊警策大家啊，世尊在世的时候啊，还有一个故事啊，那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了，城中有一位屠夫晚上手持不杀生戒，他晚上手持，白天杀生呢、啊、这个屠夫白天杀生，然后晚上晚上就是不杀生的，他吃这个戒，因为他说啊，他跟佛陀讲啊，我没有办法了，我要谋职业、啊，那佛陀就是退后一步，说那你白天杀，你晚上受持不杀生的戒可以吗？那可以，那就这样的，白天杀生，晚上不杀生，结果他就由于这样的恶业、啊，他就转生到孤独地狱。白天在孤独地狱，但晚上怎么样？晚上就。他就是住在月异美妙的这个宫殿里面啊，而且宫殿里面有四个大美女啊，供养饮食受用，快乐无比。一到白天的时候，天渐渐转亮了，然后这个美妙的宫殿也开始变了，就变成燃烧的铁屋啊，然后这四大美女就变成什么，哇，就变成了恐怖的恶狗啃食他。你看这个业报奇怪不奇怪？这下面还有一个故事啊，一个邪淫者白天手持不邪淫戒，他晚上啊行邪淫，就后来转生到孤独地狱中，白天晚上所感受的苦乐跟前面是相反的，因为前面那个屠夫白天杀生，所以白天就是啊在孤独地狱那个铁大铁屋里面烧的炽热的铁屋里面，这个呢他是白天持不邪淫的戒，所以白天呢、啊，哦，就是非常快乐的美妙的宫殿里面，啊、哦，然后享受天福啊；晚上啊，哇、哦，就是感受那个孤独地狱里面那个大火铁屋里面，痛苦难忍的、啊。这是诸心集尊者亲眼目睹的，啊，诸心集尊者，他尊者还另外还看到一个，还看到一个现象啊。另有一座环境优雅的寺庙里居住着500比丘，钵盂碗等餐具则变成兵器，僧众们互相打斗，供斋时间过后又恢复如初。哎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哎，看非常美丽的环境，非常优雅的一个寺庙，但是只要一敲那个咚咚咚，
啊，敲那个箭锥的时候啊，哇，就不对了，寺庙就开始燃烧起来，像个大铁屋一样，那个八热地狱的像就现前了，然后所有的这个引餐具啊都变成了兵器啊，然后这个所有的比丘啊都变成了什么，都变成地狱当中的那个复活地狱一样的众生，相互的打斗啊。那只要吃饭时间一过，哎，就好了，又恢复如初，又是优雅的一个寺庙，又是500比丘。你说这个是什么恶报啊？什么报啊？啊，这原来是在以前是迦舍佛时的那个时候出家的一个寺庙。啊，这个那个时候的许多的比丘，在午饭的时候啊，争吵的艺术过。饭的时候啊，要守规矩啊，好好守规矩。出家人不守规矩的受这样果报，难道在家人就不受吗？在家人的话，本身呢，近似男近似女，到庙里的就更要小心翼翼的。啊，吃饭的时候啊，千万不要次序不要乱，啊，更不能看到什么好吃的自己去打一点放在自己碗里，啊，要跟宝润寺学，啊，看到什么好吃的，然后拿起来啊去行堂行一圈，行到你自己碗面前的时候，你放一点放你自己碗里。啊，不能看到这个东西我喜欢，往自己门口一放，你自己吃，那还了得？这十方生物还了得？道生物不可忏，其他的罪还好忏，道生物不可忏。虽然吃饭的时候啊，这也是有那个的了，知道不知道？哎，你要先请大家吃啊，你这个就可以，这就可以了，你变成行堂的。但行堂的也不是说啊，这个说，也不是说啊，我想行堂就行，以后还是要。要有谨慎啊，要有一种怖畏的心啊。虽然时间过去了，这个恶劣的果报还常常的现前啊，随着时间呢迁移啊，这个果报恶果还在现前。所以这样的八热地狱、八寒地狱共16个，加上禁鞭地狱和孤独地狱共18个，称为18地狱啊，18层地狱。现在知道什么是18层地狱了吧？啊，应当仔细了知这些地狱的数量、受量、所受的痛苦，以及转生地狱之因等等，对生于地狱中的友情生起悲心，并精进行持，令自他一切众生将来不堕地狱的各种方便。否则虽表面上闻法行法，却未实修，将会成为傲慢的佛教游子之因。这华智仁波切在这里啊，悲心恳切。如果你没有这样子对这个仔细的去观修啊，啊，对自己和他人堕落地狱的这些东西啊，都去这种遮止这些方便，用佛法来对治啊。如果你没有升起这些啊这种方便，还没有啊对那些地狱的相貌啊、痛苦啊、受量啊。啊，然后你没有升起猛烈的厌离，没有升起猛烈的恐惧，啊，你自己没有用佛法来对治，我怎么以后怎么防止我以后掉下去？然后对那些造恶业要堕落的那些众生啊，不用佛法来对治啊，对自己对他人没有用这样的来利益的话，你说你是个修行的，啊，那你听其他的法，所以表面上闻法行法，也不算是实修的。却未实修啊，这样子的人家将会什么？将会成为傲慢的佛教游子，佛教游子之因，并成为圣者呵斥、智者羞辱之处。啊，这里又举了一个例子：从前上师讲仁波切，上师杨仁波切，从前上师杨仁波切。面前有一位外表调顺、内心极其傲慢的比丘前来拜见。上师问他：“这位比丘，你对佛法了知得如何？”问他，啊，他回答：“我对佛法广闻博学。”上师问，又问：“那么18地狱是指哪些呢？”18地狱是哪些？对佛法广闻博学，18地狱是什么？他回答：“8热地狱。”8寒地狱共16个，加上噶玛巴黑帽红帽2个，共18个。你看，啊，他并不是
它并非是因为不恭敬伽玛巴而把他们列入地狱的数目中，而是因为忘记了孤独地狱和禁鞭地狱的名称，他忘掉了，他凑个数，他只是想起八热地狱、八寒地狱，但是只16个，那18呢？那从哪里来？他就顺便，因为当时啊，伽玛巴黑帽、红帽，这两位尊者啊，名闻遐迩，人人皆知啊，甚至啊，哦，这个口里面啊，常常的都是赞扬啊，所以他就想，这16地狱，尤其是个水嘴一滑，就把这个，把他两个就凑出来了，凑成了18。所以就随意的加到了地狱的数目里。我们这个闻法的时候不是五有五不持吗？持闻不持意，这是闻法一个过。第二是持意不持闻，是一个过。还有一个未领会而持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更错的什么什么错谬而持，未领会而持还稀里糊涂的。第四个就是错谬而持，那下面一个还要糟糕，是颠倒而持。所以这是五种文法的当中说这种啊过失啊，所以他这个就是说啊，以前文法的时候他就是18种地狱他就想不起来了，想出16个，这是最好记的，八热八寒，所以啊，真成了惭愧之处，所以我们以后啊也是啊听经文法的时候啊。就是要记住，我们这个法本呢，全部都是我们学院的大刊部啊，一席彭措仁波切给我们寄来的。上次我向他汇报，我说我们这里要讲这个上师言教啊，普贤上师言教，他非常高兴啊。我们汉地能够讲啊，非常的高兴啊。我们讲这个普贤上师言教，种种的缘起之下，很多的缘起上面才开始啊，这样子。所以现在这个法本呢、都有在我们的书柜里都有，希望啊我们听的人要拿来好好学习，每天讲完之后你们要去学啊，复习完之后真实的观修啊，真实的观修啊。南无阿弥陀佛。